何志远扭腰击掌，陪700粉丝喜香香。喜欢后何志远昨晚在台北 ATP Showbox 举办粉丝见面会，吸引700名粉丝捧场，票房净涨250万元。哦，他一开场就大跳热舞，瞬间潮热气氛哦。苦练一长串中文，超有诚意的，但更有诚意的在后头呢。他也没拍拍屁股走人哦，和全场每一位粉丝击掌，再奉上他制作的签名手工皂，让粉丝直呼就感谢呢。苹果娱乐新闻，我也爱你哦，报道。